们现在没有航母，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恐怕还得继续。栋梁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，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。来了，拼刺刀。当年是你打败了我，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，成为咱们海军新一代的国王。心无片人，静如止水。现在轮到你了。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，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。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。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，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这是飞机，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。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，我们要是找不到舰，那是耻辱。要是飞行有风，你的工脚就不能保持恒定啊。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。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？承担和牺牲。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。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上个月正式入列了。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，扶持后人，创造未来，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。出发。是。万无一失，滴水不漏，心无片云，静如止水。